有一个小黄票的，那个家伙还有个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价，每次上到后台把那个价提高点，上到后台把价提高。抄一下，你抄一下。这个。你抄一下。你给他看看，你就丢掉吗？你拿回来不可以啊？什么给他看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到时候报账这些，哎，怎么整？哎呀，你就给这个就好了，不可以啊？